这一题哈，这一题他是问你说哪一个可以让 pH 下降 ？pH 下降代表你加了酸进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氨气 NH3 通到水中会变成氨水，它是碱性的。那醋酸它是酸性的嘛，哈，所以答案 B 就 OK 了。那氧化钙溶在水中会变氢氧化钙，会变强碱。这个小苏打是碳酸氢钠，碳酸氢钠它溶在水中，它也是碱性的，所以答案能够选的就只有 B， 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